Hello， 现在已经是应该是快11点了吧，晚上11点。我的夜宵，今天吃五谷炸鸡、火鸡面两份，然后还有快乐水。好久没有吃火鸡面了，看到流口水。那个是料，我用的是那种超辣的料。那炸鸡带骨的，我还以为是无骨的。还有两份，好像还不够我吃的。来一口。每天吃饭的时间是最开心的时候，你们呢？还有一个鸡腿。
看哪吃到哪，拜拜，晚安。